后泰勒斯近期展开了巡回演唱会行程，每一场演出都精心设计，让粉丝们看了直呼过瘾。日前他到堪萨斯开唱，还邀请了前男友泰勒洛纳担任现场嘉宾。两人过去短暂交往过一段时间，分手后男方也不免俗的被泰勒斯写进歌里。虽然分手当时曾闹出不愉快，但如今泰勒洛纳已经结婚了，泰勒斯也大方邀请他出演自己重录歌曲的 MV。泰勒斯除了在 MV 中重现过去的经典卷发造型，还邀请了演员乔伊金参与拍摄。值得注意的是 ，MV 拍摄当天，泰勒洛纳的妻子泰勒多姆也有到场探班。由于三人的名字都一样，他们还模仿了著名的蜘蛛人迷因图，逗趣的画面笑翻众人，纷纷留言笑称这是泰勒斯的多重宇宙吗？真的太搞笑了。you